超大，我是阿伦，我现在人在韩国的明洞，没错，明洞2024复活了，现在拥有超级无敌多店家都在这边开旗舰店，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很难逛的明洞了。现在老实说，我觉得可以不用去汉南洞，也不用去圣水，来明洞就好。挂下海口吗？没错，我挂保证，阿伦挂保证。那想知道有多好逛吗？先来邀请一下我们的特别来宾，耶！耶！我们的韩国月光族，没错，韩国月光爆买系上班族，对，小编啦，小编，对，小编，还有我们的小胖，小胖也一起。好，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去逛街吧，快买耶！好的，我们现在在明洞的主街上，大家来明洞呢可以搭到椅子路入口或是明洞站，两边都很方便。然后这个主街就有这个 ADC Mart 鞋店，然后呢旁边也有什么？Nike 有没有？对，都很大间，很好逛。那我们今天呢要专门去找那种2024刚开幕的那种新店。那我们今天既然有爆买系小编，势必要来许下一下今天要买多少吧。今天月初还没拿，我十号拿薪水耶，就先刷啊。哦，好啦，好像好，我先刷。那今天就是爆买韩币40万。Oh my god， 小胖现在这样好走哎，一起买，耶、yeah! ！第一间呢，就是我们的 EPT， 有没有看到我现在脚上？你也是。这家真的鞋非常好穿，就是底很软，然后设计也很好看。哎，上班迟到可以穿它跑步，哎，认真跑很快，很舒服，脚不会痛。哎，他们家这个兔兔也蛮可爱的，哎，他们家吉祥物。对啊，是先生。哎，你好像可以耍可爱。然后哎，你们不可能全部都劝败耶。怎么样？我看到喜欢的吗？大家都喜欢哎，赶快试穿呢、啊。是，我现在目前在考虑德训鞋，因为一般的这个呢我都有了。还是我妈上次有看到这双，买给妈妈可以。因为她上次是买德训鞋，然后这次好像可以买一双给她。就我讲，妈妈会念念不忘。对，我知道。对。哎，可是台湾不能送鞋子。你要跟他说一块钱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我上次没有买到哎、欸，戴绿帽如何？它不是绿哦，它是牛奶绿。它是有点高丽菜果汁的颜色，高丽菜牛奶。哎、欸，今天袜子也很可爱。我来借你看。我们根本就是 EPT 粉丝啊。我们是啊。第一间。啊，不小心失手了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去下一间咯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下一间很适合小胖，大家来韩国应该很喜欢买一些可爱小物，有没有？来下一间。妞妞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明洞开了。有人不知道这里有妞妞。不好意思，我忙着工作。怎么很认真上班？妞妞老板在看吗？是不是好逛，好逛，东大门的好好逛哦。他每次去都要花10万块韩币。不要吵，去安静。现在来明洞就可以了，不用去东大门了。对，不用那边熬夜去东大门。没错 ，Go。好像有点厉害耶！现在连亚祖都有了，是我太久没有那个，是不是？太久没有感觉。就是你耶！这个好可爱，对吧？就是你耶！而且你很爱倒立，你要不要示范一下？来，知道我现在要去干嘛吗？找篮子。哎，连袜子也有哎，韩国可爱袜伴手礼。好可爱哦！猜多少钱？1500。2000韩币。便宜哦。不好意思，两位。哎、欸，这个很香，这个超香的，加了很吃感的潮牌店。哦、对，就潮牌店的味道。对，3000块而已。很便宜，3000对不对？现在活动4个10000。哎、欸，那我也8个。这里有满墙的指甲，哎，大家喜欢的小心，好可爱哦。有我最爱的吉卡哇，它长好像哦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。而且还有飞天小年纪。Oh my god，、欸、小可爱。最近很夯的这种蝴蝶结元素，也都直接做出来了。这种蝴蝶结元素，老师，你觉得我买哪一个？什么米安？为什么要米安？因为在韩文上面写长得太帅，抱歉啊。你不用抱歉啊，你真的不用抱歉。我觉得你很可爱。来，这个放回去。你说放回去架上还是放回去？放回去架上。买布丁狗，谢谢。乖乖买布丁狗，可爱多了。哎，这边小包包款超多的。女生来一定会发疯，你看这种小可爱，而且这一个才哦500多块而已，划算，11500而已，哎，好便宜哦，这种尼绒的，而且夏天好像也可以走这种牛仔的，也好看，好像你哦，就是你本人啊，蛮可爱的，这边好多吊饰哦，可以挂包包什么的，这也蛮可爱，蝴蝶结的元素，现在这边一整排的袜子墙。
好像可以挑几个，而且这边更便宜，这边一万五而已。啊，对，1500，1500，抱歉，这边真的是饰品天堂，而且这一个才，你猜多少钱？这个两路在台湾也要卖1500-2000，7500，韩国制，不用200。这个很适合待会去送。会以为390，但其实才200不到，这更便宜，你知道是多少吗？120。对。你是妞妞达人，哎，这真的是太可爱了，决定来购入抽给大家。哎，熊熊，熊熊也很可爱，一熊一兔好不好？一熊一兔什么意思？这是支架，而且这个是现在人都很会，都会一直买的那种支架。对对对对，反正一个也不贵啊，就一直换，可以换，照着自己的心情随意更换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主街走过来呢，就可以到后面有一个2层楼的 Olympia 是明洞旗舰店，大家一定要来逛，因为很多好物之前也分享过的都在 Olympia 可以购入。那其中最有人气的呢，就是我们的绿番茄。那绿番茄在2024呢也迎来了大更新，不过只有在我们阿伦的频道才有啦。每次新品都你先上耶，抢先上市哦，韩国还没有，所以你们来 Olympia 可是买不到的哦。最新最新的绿番茄精华就在我手上，超级无敌好用，全新升级，更加清爽，很适合台湾的天气，我自己用起来非常非常喜欢，现在就来开箱给大家看。好的，大家已经非常好奇绿番茄2024新版本到底跟我们的经典款差在哪里，现在呢就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啦。那其实一开始呢，这个经典款非常好用没错，那蛮多人用完之后觉得毛孔改善啊，出油减少等等，但是觉得质地有一点点太滋润了，因为毕竟韩国跟台湾的天气还是不太一样嘛，尤其现在又快要夏天了。那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些问题反映给松本，那他们也非常大气，说要研发一个清爽版本。于是乎，2024上市啦。那它除了呢有效成分跟旧款一模一样之外呢，它质地变得非常非常清爽，质地流动的感觉其实差不多，但是推开的那个清爽感。差异很大哎，滋润度也是还不错，但吸收度整个提高超多的，不会有那种黏腻感，完全不会。就是因为我自己也是很怕黏腻的，偏油肌，所以我一拿到这一罐，我爱到不行。然后我有跟他们反映说，台湾人不喜欢香料的味道，因为韩系基本上你去闻就有一种韩系保养品那种香香的味道，这一罐也把它拿掉了，所以等于说这一罐真的是专否台湾人设计生产的。我前阵子去泰国也是用这一罐，然后泰国的天气你知道很湿、很闷、很热，但用这罐非常非常 OK。 如果用这种比较滋润的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太厚重，但是用这个非常非常 OK。 那除了质地啊非常好推开，整个清爽大升级之外呢，大家也很好奇说效果，那我自己长期用下来，我能挂保证就是这一块这个三角的地方，我那个毛孔真的是改善超级无敌多。以前就是很容易看到一些纹路啊、小皱褶啊、小毛孔啊，但不管是经典款还是清爽版本，用起来呢都非常有感。用了快一年呢，还是非常喜欢，到现在还是一直一直使用中。然后它那个毛数也有升级，这个是30毛，这个是40毛，就大家可以用更久。然后我们这一次呢，一样谈到了首发团，就是我们的2024的新版本，只在阿伦的频道抢先上市。那我们这次一样谈了团购，然后有非常非常多的组合。那大家熟悉的有没有？早上山葡萄早 C， 然后呢晚上呢就是我们的绿番茄啊，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样的搭配使用。上完这个山葡萄之后呢，然后再擦防晒就会出门。然后晚上的部分呢，就是用棉片跟精华。棉片洗完脸擦拭过后呢，再用我们的绿番茄去做保养，这样的组合我觉得非常非常 OK， 用下来整个皮肤是稳定非常多，几乎现在不太会有什么奇怪的痘痘。不过我觉得它很厉害，是它让我白了一个色阶，我以前的那个色号都不能用。山葡萄你也是蛮厉害的。那这次团购呢，一样争取到非常厉害的优惠，除了我们的新品清爽版本的绿番茄，然后每个组合呢都是直逼50%的优惠之外，加码如果任选两组的话，再送绿番茄面膜一整盒。这一盒呢有10片直接送给大家，因为它一片一片单卖非常的贵，大家也知道面膜一片都是50左右，直接送给大家10片，满满10片。那它的面膜我自己蛮喜欢
就如果拿来急救什么的，非常非常舒服。再来呢，我自己私心呢、啊，想要推荐一个东西，就是韩国最近很夯这个，你知道吗？胶原蛋白面膜，他们也有这个新品，然后他们新品是原本是说不能团购，但是说哎，大家就是想尝试看看啊。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胶原蛋白面膜有兴趣的话，可以趁这次有优惠的时候一起购入，因为它真的蛮贵的，不管哪一家品牌做都蛮贵的，它是这样一片一片的。所以它不像传统面膜会一直滴，就是把它敷在脸上，大概两三个小时之后，它就会慢慢吸收，原本是像这样白白的嘛，它就会变成半透明，然后你的皮肤就觉得很弹很润。我原本以为这种的保湿效果不会很好，但是用完之后发现，哎、欸，也很厉害耶。如果你是对一些可能纹路啊或是毛孔比较在意的，非常推可以使用，这是我们强硬把它加进我们的组合里面哦，所以呢也算是第一个有人团购团这个。好的，这次团购呢只有一周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，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。那这次呢真的要非常非常感谢大家，从一开始到现在都非常支持。然后绿番茄呢有听到大家的声音，所以出了一个这个清爽版本，今年款呢一样有在团购里面，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，就选自己喜欢的就可以了，趁这个首发优惠，我们真的是最最最首发最优惠就给大家了，就在阿伦的频道，只有在这，其他地方都买不到，之后可能买得到，但现在第一批韩国也买不到，台湾也买不到，只有在下面这个链接才买得到，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啦！维娟，维娟，维娟就是我，我家彩妆代言的维他命，你们两个都给我放下。那我们的 Olivia 的松布 Editor 在这边，绿番茄跟山葡萄，但是呢，这个都是经典款，我们家的呢是2021最新的清爽版本，非常适合台湾的天气。之前呢，分享过很多 Olivia 好物，但是要跟大家讲的是，这边二楼有一个送这个免费的赠品，所以要跟分享给大家，就扫这个 QR code 加入他们的会员之后呢，就可以直接拿旁边的小样，输入一些这个基本资料、账号密码什么的就可以了。申请完会员呢，就会有一个条码出来。哦，哎，很爽哎。免费的，大家也要来拿。然后这边呢，小推荐一下我自己很喜欢的藿香，它超级好闻，而且很大瓶，然后也没有很贵，而且它味道还蛮有质感，就不是那种廉价的厕所防下剂味，不是。哎，韩国真的会搞联名呢。哎，说到龙年就要想到，超可爱的，那粉扑做的，它跟着联名呢。然后还有这个刷具的。是不是该买啊？这个也可以啦，发夹这个夹头发的，对啊，你化妆的时候就这样夹起来啊，好可爱哦。这边两位已经坐起来了，就是你可以挂在你的包包上面，或是行李箱挂在上面，这可以简称叫做行李标带。对，就是放在任何地方都可以。对呀，就这样子啊，还有一个你的名字啊，你就不会跟大家搞混啦，还在那边找来找去，多麻烦啊。而且这家很厉害，它可以做立体的东西，因为之前宏大或是哪里，它是平面的。哦，还可以有点刺绣哎。对。它还可以贴一个娃娃在上面呢，多奇花啊，会不会太浮夸？娃娃选择超多，大家喜欢的酷狗也有，很好看呢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做起来成品很可爱。这样多少钱？19000，全部吗？全部吧，全部还 OK 啦。对啊，你去外面买饮料该这么贵，花钱还 OK， 是不是很可爱？现在呢，来到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手机壳店，叫做168CN， 而且它都有跟流行，你看它现在这种很流行的这种，然后蝴蝶结什么的也都有。然后我最推荐他们的插卡壳，旁边是可以放卡进去的，这个大概20000块，500块。各位，这里有超可爱的，哎，这是吊饰，耳机吊饰，抽给大家。哎，两位不可能在那边给我偷偷逛起来。哎，我们酷酷喜欢兔子，这个我放酷酷刚刚好，我等一下放给你看。我放熊熊也刚刚好，张。请问这是放小卡的？对啊，卡砖啊。Emis 韩国必买的 Emis 现在在明洞也开一间旗舰店喽。不可能哎。哎，听说去台湾快闪整个抢空哎。台湾人就是这么爱。所以来韩国也要买，但我听说就是明洞店就是很多货，备货比较齐。49000好了，买可以了啦。它还有另外一个颜色哎，太适合哎，这种就是我都买。
我好像比较适合深蓝色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那个什么人啊，秋天啊，夏冷人。好啦好啦，我觉得深蓝。哎，你很适合这个哎、欸，情侣帽。现在连这种皮夹也有，它的大长圈也很好看。发夹也有，这是你的衣服啊，对，很配你的帽子。你们好可怕哦！好啦，买。真的就是你。Emis 的旁边竟然就是 Molly Day， 就是这个很夯很夯的这个，而且好像有童装嘞，很可以来逛哎。童装很有质感，很可爱。这件风衣还不错哎，他们家就是总用简约设计，然后简简单单好看那种。哪一个好看？好像可以耶。哪一个好看？好像好搭性是深蓝，对不对？清爽感是浅色。对。哎，好像可以耶，很好看耶。就颜色有点不太一样，现在是战利品满满的状态，明洞真的很好逛哎，不要乱来耶，真的不要乱来，再不来了，再不来了。接下来要来推荐的呢，就是后面是明洞主街嘛，还有两个地方我很喜欢，就是来这边是乐天百货跟 Young Plaza。Young Plaza 非常非常好逛，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潮牌韩国品牌，所以呢我真的蛮推荐的，而且它集合在一起逛起来很方便，对，很舒服。然后如果是夏天的话里面还有冷气。进来之后直冲四楼，这边有超多品牌，来旁边就是我们的樱桃牌 Kirsch， 这边 Nerdy Nerdy， 它现在新的竟然长这样，哎，就是有点少女感。这个小包包装配上耳机的这个小包包也很好看，然后是这种尼龙的，最近很流行。哎，它是不是换 logo？ 好像是哎。哎，它整个大换 logo 哎，大家。再来是我们的 Kavana 舒华，舒华。它现在好像出一个这种比较 girl 一点的感觉，就是 Kavana Woman。Kavana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，就是这种简单的 logo 就很好看的牌子。哎，这件很好看，简单。你的颜色哎。嗯。他们家的帽子也很好看。就是比较美式休闲的感觉，图案呢也蛮多的，不会像别家一样就是比较无聊。一楼竟然有小黄人呢，真的不用去宏大了，大家。哎，他最近有这个小花的变主角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小花变主角，小花最近好像人气变得比小黄人高一点。小花出头天，小花出头天，很多花花系列，他现在有这种爱心的。超级可爱的。好的，这次明洞呢，真是爆买超多，在此宣布明洞整个大复活，2024明洞，超赞，超级赞，给你五个大拇指，整个大更新呢，超厉害。那我们这次大更新的，除了明洞之外，还有我们的绿番茄精华。如果我一样呢是比较偏有机，喜欢清爽一点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这次的新的绿番茄精华。而且呢，我们可是全球首团哦，团购时间在这边，有兴趣的话一定要记得点开资讯栏连结，新的跟旧的通通都有，而且是最优惠的价格，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。那我们这次呢一样有抽奖，除了抽呢我刚刚买的小礼物之外呢，一样会抽三瓶绿番茄精华送给大家。那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，记得留言分享你为什么想用绿番茄精华就可以了，就有抽奖机会喽。这么简单吗？超级无敌单，赶快留起来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影片，就按喜欢并且订阅频道，顺便追踪我的 IG 哦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